你好，老板，来份这个香酥鸡。要啊，二十吧。行。20元肉还挺多。这个鸡子是已经炸过的吗？哎，炸过啥的？淹死。啊。这不吃了很久吗？29元，好吃点了。把这两个鸡子都是下鸡子，都是早上4点宰的鸡子，4点多吃了在这儿买。上完色后再复炸一遍，新鲜出锅了。啥都要吧？啊，啥都要。这个鸡子偏咸点好吃，要不咱那鸡子没啥能呢。嗯，肉还是鲜香，最棒。你要是淡了不好吃。我可以多来一点辣椒。可以，辣椒香。嗯。不是说做辣，就是香。嗯。加入灵魂花生，大把葱花，疯狂搅拌，香味隔着屏幕溢出来。谢谢。咸香适中，好好吃。我要一碗这个小碗的烩面。嗯，这是怎么卖的呀？是我试碗。好。这家面的口感非常筋道。这个都是羊汤是吧？加入海带丝、粉条。在这有20多年了啊，对，20多年。来把小青菜，老板，你帮我现调一个这个料吧。好，这是鸡精、味精、盐。啊，这个里面还有麻酱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卫士的做法？比不一样，它的调味高，卫士它是不放。把麻酱搅拌均匀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明油。绿色烧烤，10元。好，好，那我吃这个。好，谢谢。放入香菜和羊肉，汤鲜味美，好好吃。老板，我要一个这个羊肉泡馍。啊，要多少来？有多少的呀？有10碗来，15碗，2碗都有。我要个15的吧。好嘞。它这个区别就是肉的多少是吧？对，是。啊，放的肉多少？铺上新鲜羊肉，撒上孜然粉和盐。这个羊肉都是那种熟的是吧？啊，对，一个羊肉泡嘞。啊。多少来？啥货是？那个是碗肉。好、啊。这个是羊油是吧？羊油，发好的羊油。啊。它这每个馍是不是都是现要现炕的呀？对，现要现炕。但是用羊油，它晾了也不好吃。啊。用羊油煎制饼的外皮金黄酥脆。检查一下另一面，把饼子叠起来。切开，嗯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金黄酥脆的饼皮配上热气腾腾的羊肉。你好，老板，我要一碗拉面。我要一个大碗的吧。啊，纯手工拉面吃起来才筋道。您这个手把仔一看都是做了好久了。拉面弹性十足，下入拉面，
份的量吗？啊，一份的。这一份大概有几两呀？四两。四两呀。这个属于那种红烧的那种汁儿，鸡丁。鸡丁。这个是什么高汤啊？鸡汤。鸡汤。鸭腿没咽水了。这个就是鸡丁是吧？鸡丁。拉面口感爽滑，鸡腿又丁也很入味。你好，老板，我要一份这个炒烩面。哎，好的。啊，这怎么卖呀？10块钱一份。好呢。咱这烩面是手工的呀，手和的面。哦，自己手和的面呀。啊，是筋。那肯定超级筋道。嗯。它这个一份里面是两片面，三片，三片面。对，这一片面是三两，啊，三片面都九两了，九两，将近一斤了都。啊。这个东边做点菜的吗？啊，不是。哦，这里面也都是羊肉汤是吧？对。它这个面肯定很有味儿。再灌一点凉水。起锅烧油。把鸡蛋炒算是比较少了，加入豆芽、生菜，下入煮好的烩面，已经习惯了，上个盐撒。好家伙，满满一大盘。第一次吃炒烩面，味道还不错。你好，老板，这个菜真的是2块钱随便加的吗？对对，都可以加。啊，1块钱加。好，我要一个吧。好，可以。纯手工做的烧饼。这是我自己熬的酱啊。啊。这个是芝麻酱，香椿酱要吗？要点吧。啊，香椿酱稍微有点辣哈。红油不要吧？红油要。啊，能吃辣哈。嗯。来，再加点手工辣条嘞。这是豆芽。啊，对，这是辣椒圈刚刚做的啊。啊。这个是小凉菜哈，素拼。嗯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手工辣条哈，手工辣条，对，特别辣啊，不知道你喜欢吗？这个是酸辣白菜，嗯，啊，这个是萝卜丝，凉拌土豆丝，这个是青甘蓝，嗯，海带豆皮要吗？要，啊，这大家都快塞不下了，才2块呀，嗯，对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2元10几个菜，震惊了家人们。你好，姐，我要一个米鸡肉夹饼。好的。是怎么卖呀？啊，5块1套。好，我要一套吧。我想再多加一个里脊。好的，3块。好，这个里脊是不是都是每天新鲜的呀？对，每天是一片的。要辣椒，要的，嗯，感觉很少见这种酥饼的哈，一般都是那种炸的烧饼，那是又酥烧饼，啊，卖酥的呢，啥酱都那么好，这酥的，好了，好，谢谢，好吃。